那院长下个礼拜三要去新北地方座谈，你是不是有话要为他来呼吁一下？轨道建设哈，对新北市未来的发展非常重要。那新北市轨道建设里面，南环、北环以及西民线行政院已经核定了，但没有列入前瞻计划。啊，我想请赖院长跟我们市民讲，我们未来的新北市的轨道建设到底要何去何从？不星期一的协调会，您会亲身出席吗？因为目前星期一我的一些行程目前看起来还有一些冲突性，不过我会尽量看看能不能参加啦。那如果不能参加，我还是会请我们的政党主任哈，麻烦他，那我们一切在党的这个规定底下，以团结为目标，不要对立跟冲突，那能够尽速达成共识。